了解委员那个杨委员啊吼。咱今日咱大家长哦，台南市政府大家长那个黄市长，啊，加咱农业局长、局长、公关局我们陈局长、市议会陈议员、刘议员，还有普通农议员，啊，包括咱哎呀农会啊三巨头黄崇安市啊陈理事长、原常务监事，咱这秘书长。哦，啊，咱这民特先生，哦，啊，立法委员候选人，咱这赖慧妍的团队，哦，啊，甲哦赖慧妍本人啦，吼，啊，甲咱叶宜丁立法委员，因为伊伫国庆日伫台北，我都来当特助代表，哦，啊，甲有咱立法委员迄个参选人蔡依慧的团队，啊，甲迄个立法委员。迄个参选人，咱台湾民意党咱黄天成的团队哦，伊本人到场，啊，甲咱里长立议会，咱的会长哦毛永礼的帮会长做领，咱这所有的里长，咱这选结婚，咱这长辈，咱这校长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真欢喜会当看到遮侪乡亲来下牙上地庙，哦，参加咱下牙产业文化节，非常的欢喜吼，非常的感动。啊，嘛要感谢咱下牙上地庙，会当借这个亲戚着这个场地，予咱下牙办这个活动。咱下牙今年的产业文化活动主轴是鹅乐下营啦吼，咱下牙是畜牧的产地，所以养鸡、养鸭、养鹅哦，非常的多啦吼。啊，尤其鹅肉，咱鹅肉哩，咱台十九甲哦，鹅肉公路哈，啊，麻烦咱记者媒体哈，甲咱大力推销一下，快当上嘉义民雄安尼鹅肉一条街，啊，其他的吼，其他下雨，我们下有四宝嘛，鹅三又朵嘛，啊，其他三宝，那请咱农工会来介绍一下啦吼，啊，今仔日非常欢喜，会当看到咱遮侪乡亲。来参加活动啦吼，啊，祝今仔这个活动圆满成功。啊，另外吼，咱这登革热嘛是咧宣导一下啦吼。哦，咱也是最近吼，经济我发是一个案例吼，二十几岁尔。虽然现在已经进入秋冬季节，但是吼，我们防疫不能松懈哦。啊，感谢各位，大家一定要勤到勤刷哦。啊，请咱公益媒体哦，大家会来。AI 景点、AI 美食都报道一些啦吼，啊，祝大家阖家平安、身体健康，啊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